过来把这个水泵的定时开关给它关掉啊，先取消这个锁屏，然后调到，我看，调到，好，我们这个机制在培啊，为什么说？那个我把这个定时开关给它关掉了，这个就是我和我们平时浇水施肥这个啊有关联了。因为我们都知道啊，如果你想要啊一个合理的一个水肥啊，就是我们这个栽培这个机制啊要保证住啊吃水量60到80这样的一个这个情况，然后根据一个定时期的蒸腾量，然后我们算出来一天需要浇几次水，每一次浇多长时间水啊算出来啊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啊出现了连续的阴雨天气，我们怎么办？你就不能按照我们设定的一些数值去计算了，哎，这就是我们有时候做农业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在这里边。所以说呢，因为啊今天是开始第一天是阴天了啊，随后半个月全是雨雪天气，所以说呢啊因为这个时候没有光照啊，光照弱啊，它的蒸腾量降低了，再一个呢这个机制的水分的蒸发量也降低了，所以说呢，你就不能按照以前的设定的啊浇水品质和时间去定了，所以说呢，就要把它改变成人工模式，啊，人工模式，适当的降低啊，像正常情况下，我根据我们经验，啊，降低1/2，你好比如现在啊一天浇2次变成一天浇1次，或者是一天浇1次变成2天浇1次，啊，这种模式去走，